五月天玛莎抱龙凤胎，新感迷命名陆克和莉亚。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与设计师谢伟仪 Vicky 结婚四年，今年大年初一在脸书宣布老婆怀孕，但不愿透露细节。直到 Vicky 上月26日在 IG 开心表示 I am so blessed， 我是如此幸福，被解读宝宝已经出生。玛莎今天在脸书证实妻子五月时顺利诞下龙凤胎，令粉丝又惊又喜。玛莎在脸书表示，2018年5月，双子座的弟弟和妹妹，终于在家人朋友们殷殷的期盼中，一起加入我们的家，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并引用歌手艾尔顿·强的歌词描述心情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 are in the world， 有你们在的生活是多么美好。他文末透露，身为星战迷的自己坚持要叫儿子为陆克 Luke， 女儿则为莉亚 Ray， 并感谢辛苦照顾的医护人员们。阿信日前被问到玛莎当爸爸了吗，卖关子笑说会请他自己出面说明。今天玛莎证实后，多年铁粉也纷纷感动留言恭喜，我的眼泪好感动，正式升格为爸爸了，恭喜你，恭喜升格进入下一阶段。陈明慧综合报道。玛莎又老婆之前曾录剧度，他今宣布喜获龙凤胎，合成照片。